被称为台湾一奶女车神的李瑞元，因高超车技加上魔鬼身材，在赛车界名声响亮，而且拥有无数的粉丝捧场。近日连阮经天也被他电到，不但让工作人员拿手机帮他和李瑞元合照，又借将照片传给女方的机会索要对方电话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阮经天还约了这位32亿、26、36的火辣女神切磋车技。要小编说，小天，难道真的只是切磋车技那么简单吗？